狗狗带女儿下午茶，贵妇怕变亲子洞。郭台铭的夫人狗狗曾馨莹带着女儿要去哪玩？话要从头说起。苹果今天下午在 Baby Boss City 直击狗狗从贵妇下午茶改组成座谈妈妈经。以下是模拟聊天内容。我没这机会，我没有这机会看甄嬛，我去了很累。大人在聊大人的，童女则和其他童女研究小孩子的。哎呦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这么专心哎。你们来这个地方不是要小孩体验各行各业的吗？不懂的女儿会选择办什么呢？有误会了啦，其实恋爱不用体验任何工作才是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我长大要当郭导吧导。